我们到超市来买菜。哦，是因为要到什么节了呀？对，已经提前已经开始卖了。不早了，光光。那个。哟，还有西瓜和梨子口味的，哥哥没有选是吗？是苹果。哦，苹果，你没选吗？我看你选的什么口味？我最爱的。哦，哥哥呢？哥哥还在挑是吗？没事，放在放平，放平。能放平吗？可以，把这个拿开，这不就放平了吗？啊？看看，哥哥挑了一个。看你挑的在哪一个？行啊，你再挑一个来。我喜欢。啊，喜欢这个口味。放微波炉一烤，这跟买的差不多。啊，两个再去选一个。又挑了一个，哦，这是 cheese 的吧？好，走，买菜。买了一堆蔬菜。然后他们两个人在买水果，这边水果，然后这两个人在那儿挑玉米，心仪在那转。好，几个？三个。好，耶，一块五，放袋子，对。好，继续。一个小收银员，两个小收银员。好，放里面，谢谢。哇哦，这么厉害，这是按个儿的，看这是几个，先刷一下。两个，再刷一遍。好，放里面。对，小萝卜是彩椒，两个。好，这是你最爱的小胡萝卜。好了，刷完了，看一共多少钱？买单，买单。好了，单子就出来了。哦，搞定，走。好了，买了一车，走了，把单子给他们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Thank you. 走了，下午还要去参加同学的生日 party， 是不是啊？走。呜、哦，看上面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真的。哎，走着，嘟嘟嘟。来来，走。回家。哦，外面好热，好热呀，骄阳似火。对，骄阳似火。好，回家喽。好，小朋友过生日，来参加同学的生日 party。已经玩起来了。
泳池 party。泳池的玩儿，那我们家的到哪儿去了？我们在这边准备好了，一对双胞胎，是他们的妈妈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.这么简单，孩子们玩一玩，吃个蛋糕。吃到生日蛋糕啦！嗨。最激动人心的拆礼物环节。每个礼物都拆完，然后看是谁的。做的卡片。去啊！对啊，你的礼物他们刚才已经拆过了，你应该谢谢妈妈。你不在，你再聚一下呗。吃完继续玩，这个花太在那玩。